那个党机啊会附身的，也会说几句法的哦，也会教你行善的哦，真的不骗你的哦。啊，所以啊，在这诸位啊，啊，不问佛菩萨，只问鬼神呢、啊。现在的众生就是这样。哎，你不要以为那个佛弟子就大家就那么正信呢、啊？啊，有的受菩萨戒了，还去跟人家割香啊，挂香啊，挂香算不是割香？这只是王爷公妈祖婆，伊嘛是带人去呢。我讲阿菩萨，你去哪里？啊，阮带人去挂香。我讲啊，你唔是受菩萨戒？伊讲啊，受菩萨戒未使挂香了。啊，你甲看，哎，所以啊，要受那个菩萨戒啊。我告诉你，菩萨戒有两种，六众二十八千戒，这是针对居士讲的。菩萨戒十众四十八千戒，这个是针对啊，针对这个出家众讲的。我告诉诸位啊，你要受菩萨戒，一，我现在是个纯属个人修学四十年一个良心的建议，一，你要先皈依五年，二，五年后再受五戒，还要经过五年，三，你要受八关斋戒，常常打八关斋，再经过五年，你有十五年的基础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受六众二十八千戒。好，如果你受了十众四十八千戒，诸位，这等同出家的菩萨戒。有的人呢、啊，在戒坛上，因为有一切菩萨，有梵网经菩萨戒本呢、啊，等等啊，这菩萨戒本有好几种啊，菩萨戒本有好几种啊，哎呀，这讲的有内容有大同小异啊，啊，如果你也依十众四十八千戒在家居士，我现在讲的是在家居士了哈，受了十众四十八千戒的菩萨戒，我告诉你。你就等于出家，男女不能行淫的。再来啊，再来，没有那个六斋日的，从此以后通通要吃素的。再来，不可以煮荤的给你媳妇吃。十众四十八清戒是很严重的，是不一样的啊。将来师父会再找个机会啊，再讲宜兰盆经啊，再讲那个六众二十八星界啊，再找个时间啊，再教导大家，要不然就迷迷糊糊了啊、哦。经典懂这么多，戒律却不懂啊，这样不行啊，看因缘呐，还看因缘。所以，因为那个大陆有人做啊，大陆说我们那边受菩萨戒很简单呢，去报名啊，啊，有的皈依啊，有的刚刚出席佛法来就叫你。受菩萨戒、哦、我说这个不可以的，受戒不是开玩笑的，受戒是很庄严很神圣的啊！诸位，十方所有一切大菩萨都不够资格，都不够资格制定戒律的，只有佛够这个制定戒律的。出家人之所以有特殊受人尊敬，与在家居士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在家居士只能看两藏啊，经藏跟论藏啊，出家人要看三藏律藏啊，律藏啊。出家人的可贵是因为有律藏，所以出家人如果好好的持戒，诸佛赞叹，好好的持戒，那么这个法师是真的是符合佛的期盼跟愿望啊。再来，佛制的这个戒律在比丘戒里面来讲，它是七众之首，七众之首。那因此在家居士不管你怎么样子，你还不能去看到这个律学。律是什么意思？律就是调音乐的啊，调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律就是调音阶的高低，叫做律啊，叫做在佛教里面叫做善调其身，善调三业的名为律了，善于调伏自己的身口意叫做律啊，所以我的法号是很好的啊，开大智慧又能善调三业这个律哦，我的法号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在座诸位。
大陆很多人 啊都来问这个问题，说我们那边受菩萨戒为什么这么简单。我说最好还是慎重一点啊，我们不批评任何一个道场一个戒坛啊。齁，师父今天呢，因为大陆有提出这个受菩萨戒的问题，我在这里也凭师父的40年的修持的因缘告诉你，一，你要皈依5年至少，这是纯属个人的意见，没有任何的经典的依据，一直师父为大家好。二，5年后最好是10年，最好是10年，皈依10年，受5戒也是10年，受菩萨戒至少在佛门里面，我师父的建议 suggest 良心的建议，在佛教界里面至少至少要20年，这个时候你来受菩萨戒，你才知道说哦，原来持戒是这么的难能可贵，这么的庄严严肃的问题，不是随随便便的啊。就像现在有时候受菩萨戒啊，来受菩萨戒，惊啊，谁怕谁啊，去修改灯啊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有一次啊，人家讲我们的讲堂啊，受了这个八关斋戒，八关斋戒啊，因为一个差不多三十几岁的，因为他什么都没参加，说慧律法师那边有八关斋戒，你来吃一下，因为他什么都不懂，翻译你好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也在跑单帮的，好、哦，可以啊，来受八关斋戒啊，受八关斋戒怎么样？啊，受八关斋戒以后啊，白天呢，出去上去楼上换下来的怎么样？穿一件透明的海青啊，里面内衣内裤都看得很清楚，穿来到楼下，大家说马先生安啊娘喂。啊！你这只家龙 BQ 话术这样，你别看我多，赶紧赶快去换，因为他不懂啊，以为很热就可以这样换了、啊，对不对？风一吹的话，摇晃啊，你如果看都看得很清楚啊，再赶快去换下来哈、哦、啊！因为他不懂啊，原谅他。回去以后啊，哦啊，这是因为不晓得八关斋戒是什么了哈、啊。这师父，哎呀，有人打电话说师父啊，某某人啊，回去啊，肚子饿了啊。啊，他说去吃那个蚵仔煎啊！我说你个讲一摆，讲吃八关斋戒等于去吃蚵仔煎，讲八肚真枵啊！啊，我来拍电话，就讲，啊，你怎么去吃蚵仔煎啊？你讲，我知啊，无人甲我讲啊，八关斋戒啊，晚上不能吃吗？也不可以啊！我说啊，晚上我不要吃饭就好啊，因为我问隔壁。我问隔壁说晚上不可以吃饭啊，啊我真的没有吃饭，我吃蚵仔煎啊，我真的没有吃饭啊。我说噢、哦、我没有吃饭不是这个意思，没有吃饭不是这个意思呢，没有吃饭是包括菜不可以吃呢啊。而且说师傅那个蚵仔是吃海水的啊，那个也是素的。哦，所以我就是对这个受戒的人啊，不是很对这个戒律不是很清楚的，还是会很麻烦啊，还是会很麻烦。